你刚刚的意思是荧幕上，荧幕上，荧幕上，荧幕上到底有多超瘦？我一进来就说我非常想看到，他就说我想看到那个苏子成，他不叫我猜一个，他帮他找苏子成，不要这样，太好笑了，你太猪哥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猪哥。我叫米娅，我的职业是那个服装造型师。哎，你好，然后今年31岁。你知道加入这个家要会喝酒，知道吗？喝酒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喝5支哦。没事。对，我昨天是刚刚有说，我想要。哈哈哈！干嘛？很尴尬。很尴尬。把你想讲的话尽量讲。但是我没有想讲。他对你没有。没有，好像没有回应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我们两个都还没。那你家？我有，没有，帅的帅的丫头。我先上我。哦，那我开玩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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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玩笑。哎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好，那可以好好吃了。那可以先。自我介绍，那叫什么？然后住在你不是很容易遇到吗？干嘛？啊？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那个最好在大家年纪很大的。还说？没有了。请问现在才刚吃饭可以讲？就会有情愫啊什么的，还是目前没有，都看不上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不用应该自我介绍了。好，我们仔细聆听。我叫静子。好，不要叫子龙，你要叫你静子。为什么不行？不能不要叫我静子。静子很表示给你当，你还不当？对啊，真的。叫子龙，就是子孙子龙。那姓什么？赵吗？姓张，姓张下的。那这位最帅的，你要讲？没有没有，我老板讲。你是不是很开心，终于呀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终于当到最帅的这个东西。没有，可恶，这都是虚名。不要。好了，我叫徐浩廷，就叫我 Danny 就可以了。那你几岁啊？再看看，我猜跟我差不多。哎，我好像没讲。没讲。哦，我28，不一样。没有了。29。为什么会很脏？因为比较黑吗？所以是往下，所以是往下，对了，所以是往下，是往下。25岁，比你还年轻哎。哎，你是你不要这样子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他本来是男生里面最强。开心是吗？他是啊，他27啊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好玩，好玩，什么好玩？25岁好玩。我问他什么星座，因为在这里有些星座被公干。哪些被公干？天蝎吗？水瓶会被公干吗？对，水瓶会被公干。我有，不是我说天蝎被公干吗？不会，所以你是天蝎吗？我是双鱼座的。哦，我看你们两个一样哎。以星座来讲，你这个人还不错。你死定了你！我一宅系啊你！哎，那你觉得水瓶座这个人怎么样？穷追不舍，什么都怪怪的啊！你说水瓶座怪怪的吗？惊讶个屁！我跟你讲，正确答案。同命同居时代，下一天又来喽！每周一的晚上8点半，咖啡网络电视直播，10点半 YouTube 上架。当然也要到脸书上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，还有到 Instagram follow 我们的账号。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到 YouTube 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我们大家礼拜一晚上见喽！等你哦。